接下来呢，我要请大家欣赏一个更加精彩的。Wait a minute. Can I help you? Oh, I am so excited. This is such a wonderful place. Oh, excuse me. Sorry. 你会说中国话吗？ 一点点。哦，那太好了。哦，我是美国人，我的名字叫Kim。 你好，King小姐，你好。哦，我还有个中国名字叫李大胆。叫什么？李大胆。李大胆，这位是够胆大的，要不然不敢冲到舞台上来。哦，我还有个昆明名字叫丫头。怎么会叫这么个名字呢？昆明话喊起来好听呀。嗯，丫头。 你要去哪里呀？是挺入乡随俗的这名字。别看这么些名字，可大家见了我，一个也不喊。那大家管你叫什么呢？哎，老外。我看这名字挺直接的。哎，不过，您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有什么事儿吗？演节目呀。演节目？对。是这样的，你看，今天是云南罗平油菜花旅游节的大型文艺演出，到我们这儿来演出的都是专业演员。这我知道。嗯，说说唱唱，比比划划，这一套我都会。真会？骗你是小狗。哦，那水平怎么样呢？哦，要说水平，那是两个哑巴见面，没得说。 过年鸭子怎么讲？呱呱叫！这口气还不小。那这样吧，我得考考你，要是你能过了我这一关，我就让你演节目。一言为定。说话算数。好，你考吧。那咱们来第一关，第一关叫唱歌。唱歌我会呀，古今中外的歌我没有不会的。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你永远多幸福，是我最大的心愿。好，谢谢。完了。我还会唱黄梅戏，还会唱戏，那来一段吧。好。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怎么唱了你？别唱啊！两口子回家没有老公，还叫什么双双把家还呀？合着我这儿当考官还得给你演你老公啊？对。行，我配合你一下。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露水青山带笑颜。 双双把家还，你刚前来，我这不，我这不，我这不，啊，这么有不唱啊？哎呀，我都快累死了。我是有意让你多指会儿，不让观众朋友看看咱们这位外国朋友还挺贤惠的，大家说是吧？ 那这样吧，我问问大家，这一关能不能算他过呀？既然大伙让你过，我也让你过了。可是咱们还得接着往下考，咱们进行第二关。第二关考什么？跳舞。跳舞，我更没问题了。你看，一组的 ，one two three four， 哒哒滴哒滴当当，哒哒滴哒滴当当，哒哒滴哒滴当当，哒哒滴哒滴当当。好，怎么样？ 我看有点像摔跤。啊，我来给你来一段傣族的孔雀舞。有一个美丽的地方，阿罗，傣族人民在这里上唱阿罗。哎，怎么样？我看不像孔雀。 像什么？像公鸡。这一关我算过了吧？嗯。
好吧好吧算你过可是咱们还得考第三关啊还考啊对这第三关是语言关哦就是考我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啊、不咱们今天不考绕口令大酒来端行酒令一对宝啊哥俩好啊六六顺那个七个巧啊等等是哪个师傅教你的什么乱七八糟吧我看这样吧咱们今天来演出的是来自全省各地的专业演员既然是来自全省各地的那方言都不一样你如果能学他们每个人说一句方言我就算你过怎么样大爷们上场了今天啊这位外国朋友想演节目要考考他学你们每人一句方言学会了让他演谁先来我来好你来我是快明呢妹妹桑罗平这点风景感太霸道了学OK 我是昆明呢妹妹桑这点风景感太霸道了我是金水呢阿嬷嬷路边还给饮茶喝这是真的好巧咯我是金水呢阿嬷嬷路边还给饮茶喝我是真的好巧咯来这位大爷您来我是路平年我是路平年吃了我的路平的蜂蜜慢慢加工三品吃了我的路平的蜂蜜啊他啊慢慢加工三哦慢慢加工三直接天上的直接天上了演呢？好，既然大家这么欢迎，那 Kim 接下来为大家演个什么节目呢？我为大家唱一首来到罗平刚刚学会非常好听的歌，《金华银铺好地方》。好，大家欢迎《金华银铺好地方》。山下有那大风景，这晚山下。
听这掌声，大家是真喜欢他，是不是啊？要是吧，再一次为他喝彩。谢谢啊。而且刚才我问你，这个 Kim 小姐是关于云南的，该知道的、该懂的，人家都懂了。嗯，没错。不过还差一样。差什么呀？还缺一咱罗平的老公。嗨，晚了，人家从美国。